声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不移，我的爱不变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，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，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学什么？跳芭蕾舞。芭蕾舞？嗯。你们啊，是不是在骗我？那我有名牌的。哦，你们啊，什么不好学，学跳芭蕾舞？我看你们啊，先学学怎么做好人。怎么做好人呢？你们啊，我告诉你们，赶快跟我走，哼，赶快走啊。哎，你明知道他是仇人还跑去接近他，可是他们要找那个就在我们家采访你，我们要不要告诉那个放人？苦你怎么这么鸡婆啊，什么事都要管，你先管好你自己吧。我怕昨天那个人他会害我们，他还拿着刀想杀我呢。杀你？那你怎么还会站在这？神经病啊。好了，不要吵了，天大的事情有师傅顶着，记住以后不要再跟条子讲话，是不是？真爱管闲事。怪哥，我只是想弄个明白，我不想白白送死啊。你再说，连我也不理你了。哎，你们放心啦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去惹那些警察了。哎，你快哥等等我啊。再见。漂亮妈妈阿姨婶婶，早安，静已经进去了，不要走了啊，谢谢，再见。哇，你们好好哦，又有舒服又有个娃。哼，我才不稀罕呢，像小丑似的。谁说当小丑不好啊，我想当都没得当。跟你说也是白说，进去吧。如果你没事的话，你可以站在我们教室门口看我们。嗯，你也可以使劲的走，你看，把你当成是他，这样子一定很好玩。要怎么做？哎呀，就是叫你做梦嘛。做梦？我也有做过一个梦，梦见我在一个大森林里面，看见一个女孩子被坏人追杀，他们把她带到河边哦，把她推了下去，然后就把她救起来。看见一件很漂亮的衣服，就把它穿了起来。突然间，好多人跑出来叫我做王子，叫另外那个女孩子做公主，就送了下好大好漂亮的皇宫进去哦。你在哪里做这个梦？就在学校里面看见一件王子的舞衣，就做了这个梦啊。那如果你看到的是猴子的衣服？你不就变成猴子了吗？哎，猴子也不错啊，可以在树上荡来荡去的，多自由自在啊。你还要在这里发神经病的话，你就来不及了。快走了。哎，我要进去了，再见。哎，先不进来啊。
走到森林里面，看到一个女孩子，她好漂亮，有好多坏人在追杀她，然后这会儿把她推到河里面，把她救起来。突然间看到一件好漂亮好漂亮的衣服，我穿上它以后呢，好多人都跑过来叫我王子，叫那么漂亮的女孩公主，她把我们接到皇宫里面去住。想那么多干嘛？我看不到那件王子的舞衣。月亮代表我的心，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。我刚才看到你妈耶。真的？她还跟我打招呼哦。你妈跟你一样，人好又漂亮。就是啊，她很疼我耶。妈呢？我妈，她死了，我爸也死了，我现在是全世界没爹没娘最可怜的孤儿。那上次跟你来那个叔叔呢？他收养我。我现在这个爸爸跟你叔叔一样哎。静怡的继父、是啊，静怡他亲生爸爸呢？静怡说他跑了，不知道去了哪里。真好。什么真好？他跟我一样啊，爸妈都跑了，所以我才跟着师父。你不是师父买回来的？不是，他才是，他是师父用1000块买回来的。对，阿贵啊，就算是1000。你啊，是师傅用500买回来的，所以呢叫500，我比你贵，我一个是你2个哦。石块哥，那你为什么要叫一块？因为师傅对我很好啊，他说从今以后我们都要生活在一块，永远不分开。